上，发在哪里？刚刚陈在摸前面妹妹的头发，我没录到。发在哪里？这是我贴的。咪在哪里？成功了，太厉害了，耶！怎么这么棒？都越来越厉害了。来，蝴蝶来了，哪一只蝴蝶？你要等呢，好不好？这是。你喜欢哪一只？我觉得每一只都好漂亮哦，我们赶快选一只。蝴蝶来了。哇，好美丽哦！拜拜喽，你下礼拜再来玩。对呀，你要跟姐姐一起排队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先让哥哥敲敲好不好？哥哥准备，咚咚咚，换你。换我 ，ray ray ray， 换你。咪咪咪。发发发。老师要随便讲一个，你要帮我敲哦，请帮我找 ray 发，小心手手接住，刀，好厉害哦！哎呦，飞走了，咪在哪里？哦，成功了，晨晨，你的鼻子还好吗？你的鼻子有痛痛吗？没有了，好勇敢哦！再叫老师帮你抱一抱，没事，对哥哥好勇敢哎。哥哥今天都一下就好，怎么那么勇敢？哎呦，成功了！那你要来选一只蝴蝶。这只蝴蝶呢？你要花哦。只要花吗？真的，你喜欢花哦。花花，好吗？好可爱。